在中日美国及欧洲等国顽强的竞争之下，我们台湾的涂料产品及丝作的技术不断地因应世界的潮流在推陈出新。那我们希望以创新的高端技术及机动性在国际的竞争中突破重围。那在产品上呢，我们开发了因应各种机能性的涂料产品。在工艺呢，我们打破了就是旧有的工匠技术，然后呢，我们把创意跟讲究的工法，然后去做一个推陈，那变成是一种技艺的一个革新。漆作的艺术呢，源自于欧洲的巴洛克时期。那他们的贵族呢，把宫廷艺术家呢带到他们的私人宅邸里面，在建筑上呢用了很多的波浪及各种的饰纹，达到了戏剧化的效果，以展示他们的权力。这样的工艺技术在欧洲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但目前我们台湾在工艺上还在启蒙的阶段，主要是一般人对油漆工匠的刻板印象，让这个技艺难以推广。但陆续呢，也已经有许多的国手在官方及学院的培植下，渐渐的在国际职人竞赛中获得耀眼的成绩。那这一批种子呢，跟我们过往的工匠呢，循着不同的出身背景，那经历的观看的角度，势必会为台湾的漆作艺术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台湾除了在漆作工艺上已经进展到高端的技艺，在材料的研发上，工研院一直致力于因应绿色环保的国际趋势，投注许多资源在具国际竞争力的绿色环保涂料的创新技术开发。目前台湾有许多受国际重视的涂料前瞻科技，例如奈米自洁涂料，以及不释出环境荷尔蒙的双酚 A、木质素环氧树脂，都可以广泛应用在生活各个范畴。台湾涂料有中小企业的机动性以及创新的研发科技，只要能善用我们自己的长处，就可以让台湾涂料在国际大厂的竞争中突破出一条自己的路线。我们这次为桃园机场制作七彩宝岛，那我们团队呢经过多次的讨论，那收集资料，挑选了几样台湾特有物种，其中集结了樱花贡龟、台湾蓝雀、还有黑面琵鹭、五色鸟及梅花鹿等动物图腾。那再来就是梅兰竹菊这些植物，还有原住民的纹饰线条，就是我们考量在这个国际旅客往来的空间，希望透过这个漆作作品向他们展现台湾的自然之美。但不止如此，我们也希望旅客们在这个候机室的空间欣赏作品的同时，我和我们团队更希望借由这个作品呢，表达另一个层面的意涵，就是将我们台湾最先进的涂料研发技术还有精致的漆作技艺做一次盛大的展现。